我们来听云南宫殿里，我们请乐队老师，我们请子月。云南宫殿里去之前，要不来恭请咱宝基里有限公司我们的执行长，要来简单介绍我们谢公天福郎先生的生平事宜，以及简单的致谢词。恭喜我们执行长，请到领请的就位。非常的台式啊，在过程当中已经提了十分钟了啊，这十分钟内底都表示咱天乐先生就对了，对所有的亲族的结婚，尤其啊，今日我身为承办单位啊来者啊，就对了哈啊，简单。加注意，要甲介绍身份，但过程当中，院长和我这个灵感本底是甲个要交予市民来代托。伫要代托的当中，真奇怪，全几项全无我困。我讲安尼，我陪，结果诶。照你讲是无眠，连续两天会无眠，应该会无精神。结果我今后感觉讲，来上班食的当中，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特殊。但是你要甲个人讲，身边当中身为啊上班单位，我一定要先甲咱所有咱的长官来宾做一个抱歉。因为时间已经伫个十分钟，我都无一日签名甲你面谈。过来，等者我要甲讲新兵的时间呢，等淡薄啊。伫较等淡薄啊当中，是我灵感，我无查过。但是毋是我无唔捌伊，在新兵我见过三界面，甲人问好呢。但是这三界面的问好。我根本不知道做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甲所有长官内面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等下如果因为今仔真大日，吼，咱如果有这心意来到这啊，来参加这个地丧、这个丧别，那有较赶的，请你来边啊，我叫李先点名恁拜谢，咱好乖，家己搭在咧。把咱自由离开无要紧，吼，自由离开无要紧。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卖见怪，上届无，咱公家来上演，上届无，咱已经到啊，心里搞得好。尤其在这个地丧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地丧，唔捌有法度遮久的。总共超过21天，在21天的当中，一天一天安尼咧过，一天一天的代志咧解决，一天一天代志完完，我心情有一个感受，我感受到人的纪律，拄啊甲我过去的心念拢同款。每上班就一摊，是我重新搁学习一摆。因为每一个家族内底有足多成员，有足多亲戚，有足多好友来关心。每一个关心拢是出自好意，每一个关心拢是希望大家当圆满。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也会造成好怪，就对了，加加减减一种的负担。如我开始对顶摊
对殡仪馆出了，我一个感觉，我伫遮，我请到我的专业的名师，这场的费用偌济？12,000块。我刚才讲一句话，对接到第七天，我感觉讲，我要为伊留着一世人和事实感染这个过程，所以无报告下是我有意做，但是我做会到。每一段礼仪都有3-5万块赚，但3-5万块赚的当中，你要做啥？但一段的礼仪是我家主动要甲做的，我唔知讲今仔日有法度逼定逼到安尼。来我总地，这是嘛我意料之外。冥冥之中，伫过程当中，伫遮咧行的过程，拢安排好好。我今仔有讲，本来要甲这个果甲后官参详好啊，甲果做好啊，要交予苏伟来代托。甲昨暗。我甲2点外先去睏，都是无在了外睏。我讲好，你予我精神足好诶，我今仔来为你讲清平，真莫名其妙，诶一个过程。所以伫遮后官应该拢真清楚。哦，过来，当然我身为一个承办单位，要来为你。讲这心病的当中，一定要实际。我是用这几天，甲因相处所了解，讲予大家来清楚。身体就对啦，应该我讲的一定疏漏真多，因为咱个人天老先生伫出生，甲伊完过。这段期间，所有的若要用几年的时间，一条一条来讲都讲不完。但是后官给我的资料嘛一点点啊尔，我所了解，就是讲，伊出生伫45年3月7日，但是迄阵啊，就对，我嘛无真清楚，就是大家讲。孩子生嘛是一个小年生，但是到一阵就对啦，我无时间去甲纠正，因为咱身为相当的细。但是伫过程当中，伊成长的较难得的，是咱伫头半天食，食山内底。过去伫伊读国校，伫头半天来读国校。卖讲咱即马塞车，但是即马用行行落到头白天行偌久，咱甲回想倒转来，过去的路大多部分是即马是平，石头啊路、土块路、落土天都对啦，大多足歹行。伫头白天遮还佫近啊，过来头白天国校毕业了，爱读国中，都爱去到太平，佫计活动的路。后来，遐拢无要紧。咱过去虽然伫教育，毋是每一户真重视，尤其做山务农，拢是传承大业，毋是做山的务农，读册无啥小路用。好，我讲安尼就对啦，好，大家应该就对啦，嘛无啥物就对啦。会当讲伫迄个年代。哦，会思维，但是较难于可贵。伊家己就对啦，过去台中、啊来冈山迄边，就对啦，佫继续来读册。但即段佫较困难啦、哦，为甚物较困难？遐读册的时阵，伊是读空大，伊主要是附设空中大学。
读完了，唔是读册尔就好啊。伫遮头半天，还阁骑着脚踏车去丰原半工半读来完成这个学业。但是嘛，来要讲，咱现在所有的做父母事事，就着真简单讲一句话。咱的事事就对，若有法度像伊只敬业就对啦，咱就阿弥陀佛啦。我会当安尼讲，大家每一个家庭内底就是感同身受。过来，伊毕业了后做兵员了后，较难能可贵的，伊我都娶一个好婆，是伊。共乡呢，咱住得好好的，是咱天福先生林爸爸的结拜兄弟啊，早见，就是咱即摆老友，咱的啊小夫人。但是难能可贵的是讲，伫庄家所在，我一个早见，若要嫁一个大波人啊，就对啦，一定啊真在情，无管老公要嫁。我若一份请，卖讲换贴，嘛是家己要有才能，时大则请。这个部分的当中，伊嘛真好分，有法度顺利来完成这个家庭。过后壁，两个翁某共同就对了来奋斗，但是我去家己讲，因夫人的辛苦伫倒位。但是，看到您可贵的，可贵在倒位？可贵的，伊是读商科的，会计，甲伊的生活，甲伊的过程，都无啥共，甲伊的出身无啥共，是为着啥？伊的兄弟天数，迄阵啊，就啊咱国家建设，伊有去参与着。对咱去参与是做工嘛，卖讲做偌大，卖讲行政办偌济啦。哦，像张议员因这边就对啦，吼、哦，咱讲大个比讲啦，伫行政单位内底就对啦，足现实的啦。能力、时间、甲时机，拢爱足好的。然后议员因这是靠咱选民选起来，你伫行政单位的是爱一步一步行去的，但是唔是行来行政单位。伊是对着参加咱国家建设了后，改变伊一世人的生活。一世人的生活安那改变？改变到就对了，转为做土木工程。土木工程了后，就是慢慢啊转为建筑。转为建筑了后，慢慢啊佫转为工业建筑。所谓公益建设，你应该听无什么做公益建设吧？所谓公益建设是半做半奉献的，就是啥？起庙寺。所谓起庙寺就对啊，对南对北就对啦，应该就对啊。起过庙寺就有参悟过，不计之技术，甚至意识无加。每一间留一个事实来给他做记录，但是这事实都很清楚。在过程当中，转移庙寺了后，又比难能可贵的，我转移工业付出。我会记得在这二十一天里面，一段后生定心跟我说，我跟我爸爸吼，迄阵啊，那有时间就对了，拢啊车驶就对了，就去部落去关关物资、关啥的，关遐毒机的、关啥就对了。吼、哦，感觉足温馨的，这是电影甲我讲的，大脑先甲我讲的。但是我是转述给大家听，关了后慢慢啊，我接到921。伊就参加救难协会，送水、送物资、送粮食，
主要有勤务，主要做会到，阁毋是安尼。伊做拖磨过啊，铺桥造路，能力做会到，伊就尽量做。这是较难能可贵的，付出心力，付出财力，安尼做，所以造成就对啦。伊的家庭内底过去，伊厝的食，不管是就对啦，都人咧开餐厅咧，规家伙内底，即个亲戚五十朋友就对啦，就是门庭若市。但门庭若市，我拄仔讲的添着什么人？伊的夫人，咱老位老夫人，朋友兄弟走啊，伊就收到袂得的。卡达林可贵的，伊的夫人唔捌抱怨过，唔捌讲一句话。来遮一朋友，我今日就伫遐甲你七西尾就七百万，唔捌讲过。来同款是一类常态。刚开始，这个个别设场的当中，伊讲，阮无要输电影，阮无爱发录音，就伫边啊解决，我讲无要紧。我身为一个承办人员，就对，你变哪做，我拢配合你。结果诶，一工一工，互我信息一堆入来，我人啊，什么人要来，什么人要来，咱就愈来愈多。我讲我唔管啊，咱就按收缩。啊，短短啊，就咧一点钟、两点钟，无要紧。咱规做诶，若做会到，规这个工作若做有够。这个佛事较重要，其他的就对了。这亲戚朋友叫伊包含就好。所以讲，我再三一直咧甲大叔听。所以讲，有做成家，即马伫外口，遮侪无伊个人要坐坐伫外口的，我甲道歉。哦，唔是无甲恁准备，唔是无爱甲恁准备，是真正无多安生。哦，这个爱达到达的，啊，简单做报告。所以讲，足侪亲戚朋友应该唔在今仔日来归空，来往生。为啥物？伊个时间短短，才差不多两个月过。这两个月当中，什么人都无法度疗伤得到，但是爱定个讲着。伊个家庭，这上重要。伊原定一个阿兄，哦，三个阿姐一个小妹。单讲一句话，伊上好命，为啥物好命？白色巧，细汉就爱洗奶，啥物时阵就吸引三姐，白白爱爱，不到七八岁还阁爱甲爱呢。你甲想啦，这个家庭有法度做到安尼就对啦。兄弟啊，姊妹感情到安尼，甲伊即马六十五岁来往生的当中，最后甲因三姐讲：“阿姐，我足艰苦的呢，好大家热心生。”当然，咱今仔共同来对视的当中。从开始，万不听着讲有辛苦病痛，短短两个月，安来离开咱，嘛无虾米人想会到。所以，伫遮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即卖已经八点半，因为伊的时辰是伫九点，进前一定要出，袂当超过。啊，这个高点，所以讲伫这个当中，我身为一个承办单位，嘛要甲注意做一个报告。虽然伊的生平，我若讲嘛讲袂完，因为我概无熟悉。我是干呐，简简单单，伫这二十一天内底，甲后官啊有讲到的，有记录到的。我都回忆到的，来甲注意做报告。当然，
所有的人介伊遮深交，因阿才会来。等下来应该比我认识伊较侪。我干那只是提醒大家配合，但个人天禄先生一世人的为人尔，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当然，对的，咱是同款就对啦，无用着迄个悲伤的心，大家善行，这是今仔上大的咱来的目的。过来，我嘛简单，带着咱这个时势，要来甲大家做一个致谢。啊，咱就无爱做耽误，咱受咱的这咱。酒馆内边，即个亲戚相对时间，因为后壁还过封顶的时间。但是我只先甲注意做一个报告，省意承办单位的责任，就是讲今仔日啊，就对啦，有办着线的平安餐，大家不管坐落坐袂落，大家食一个平安，接返去，哦。啊，过来，卖气啊！办了无好，因为咱伫遮嘛真歹按。如果有今仔日啊去台湾的，大家请你先见谅，来咱做法官先面向来去。咱先讲这里。啊，感谢啊哈，所有咱的军官来宾、亲朋好友来参加咱二零天乐。先生就对了，啊，咱这个别典礼来给上映。但讲底下真简单，一个心意。过来，恁所有来参与的人，体谅后患目前的处境、时间、心情。如果有台湾的大家，嘛请您见谅。但是上重要的。要感谢白天禄先生对石狮伊甲伊六十五个原告甲今仔日，恁会当来给上映，这个情，这个份，到后官永远的感念。重点是人有法度做甲，互咱共同来对输。重点对苏天禄已经无法度，无法度继续。但是我嘛希望所有人同款来继续，我来支持伊的太太，我来支持伊的这个事实。对我二十一天内底就对我的感受，主要恁愿意来。因的态度，甲天禄啊对恁的态度，全部应该袂改变。希望恁愿意来，继续甲伊谈成，互因写答后壁有这个好爸爸的模样，继续传落去，子孙代代。讲同款有这个帮因，过来，啊，祝福，今仔大家百忙之中来参加的人，大家会当合家平安，会当蓝天白云，六六千祥，所有好官，咱同款用诚心，最后，咱来感谢所有啊，今仔来参加爸爸阿公。这个个别典礼，这个心，这个意，来，鞠躬，好，感谢各位，祝大家平安顺遂，好办，好运，大赚大赔。非常感谢我们宝鸡里面信公司的执行长，非常感谢。马上要来给恁讲典礼，那么请到这边来请指挥。日己食粮。地太真，故谢公天福老先生，恭奠礼，奠礼。
开始奏乐。首先，伫福建单位来讲，请问台中市议会联络方式。恭请们台中市议员张燕议员，以及我们赖立华议员服务处特派员赖主任，以及我们李立华议员服务处我们的议员女儿我们黄香黄女儿，请到临前来就位。下一个公听单位，李请问立法委员何先淳服务处，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灵位行罪敬礼，请鞠躬。里程量测校卷，请鞠躬回礼感谢。非常感谢我们张燕议员、林瑞元议员辅处和李立华议员辅处，非常感谢，请回位。下一个公听单位来恭喜我们立法和新传辅处原本廖主任来代表致电。下一个固定单位，以及我们台中市太平区投币里办公处江里长，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灵位行罪敬礼，请鞠躬。里程量测校卷，请鞠躬回礼感谢。非常感谢我们廖主任。下一个公定单位来恭喜我们台中市太平区投币里办公处我们江里长，我们江诗涵江里长来担任主任位。下一个公定单位，以及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灵位行罪敬礼，请鞠躬。里程量测校卷，请鞠躬回礼感谢。非常感谢我们江里长，请回位。下一个公务单位来恭喜我们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我们队长董林队长，以及我们大里区队全体同仁，我们请求配点位。下一个公定单位，以及我们定律保险经纪人，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灵位行罪敬礼，请鞠躬。里程量测校卷，请鞠躬回礼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队长。下一个固定单位来恭喜我们定律保险经纪人，由我们陈世强来担任主理位。下一个固定单位，以及我们新丰丰我们干部一同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灵位行罪敬礼，请鞠躬。里程量测校卷，请鞠躬回礼感谢。非常感谢我们陈先生。下一个公定单位来恭喜我们新丰丰，由我们江华秀林主委来担任主委位。下一个公定单位也是我们投病家政班，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灵位行罪敬礼，请鞠躬。里程量测校卷，请鞠躬回礼感谢。非常感谢我们新丰丰，请回位。下一个公定单位来恭喜我们投份家政班，我们请到临前来就位。下一个公定单位，以及我们台中市环保局工会，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灵位行罪敬礼，请鞠躬。
第一层两侧小卷心鞠躬回感谢，非常感谢我们江山班请各位。下一个电脑位来恭喜我们台中市环保局工会，给我们常务理事我们李嘉龙理事来担任这个位。下一个电脑位提醒我们陈英如代书事务所前主委林前上省，请向先皇，请向故人遗像之礼位，行岁之礼，请鞠躬。里程两侧孝眷，请鞠躬回感谢。下一个供电单位，来恭喜我们陈英如代书事务所，恭喜到林前主委。下一个供电单位，也请我们华山汽车驾驶训练班前主委林前上省。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礼位，行岁敬礼，请鞠躬。礼成两侧孝眷，请鞠躬回感谢。非常感谢我们请各位。下一个电脑位，来恭喜我们华江汽车训练班，给我们负责人，我们许东宏负责人。下一个电脑位，来恭喜我们结拜兄弟一同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礼位，行岁敬礼，请鞠躬。礼成两侧孝眷，请鞠躬回感谢。非常感谢我们许负责人。喜爱的工作单位，来恭喜我们结伴兄弟一同，由我们主电子我们吴庆龙先生来担任主电杯。喜爱的工作单位，以及我们健康社区管委会，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礼位，行岁敬礼，请鞠躬。大家鞠躬。礼成两侧孝眷，请鞠躬回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结拜兄弟，请各位。喜爱的固定单位，来恭喜我们健康社区管委会，给我们主电者林淑妇来担任主电位。下一个工作单位，也是我们义工养护业务有限公司，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礼位，行岁敬礼，请鞠躬。礼成两侧孝眷，请鞠躬回感谢。非常感谢我们请各位。下一个工作单位，来恭喜我们义丰养护业，义丰养护业务有限公司袁国先生。下一个工作单位，也请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事党部，请准备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礼位，行岁敬礼，请鞠躬。礼成两侧孝眷，请鞠躬回感谢。非常感谢我们吴先生以及陪伴者，请各位。亲爱的工作单位，来恭喜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事党部，我们李刚路来担任主电位，我们李前路来担任主电位。临前上香，请献鲜花，请向故人遗像之礼位，行岁敬礼，请鞠躬。礼成两侧孝眷，请鞠躬回感谢。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的台中党部，那是讲一定的公职单位，他们来给咱属于两副礼席。咱请在座一位公职会或领代表或边或处边的两票位来请到领奖的席位。咱请在座一位公职会或领代表或边或处边。来到你前的一位，咱先向前，请往前，咱先向前。
等车向前，等车去中，等车去攻，再向前好连平一遍，等车向前再连平一遍，等车再慢慢坐。A，等车跳一步，等车跳一步，再去攻，内心两边好关结攻，不离不相。依然自由联盟仪式结束了后，一天，咱这间个西方天子先生，经过对苏国的礼，马上就被交往换成礼物。苏里家在座代表全体好官，在座来感谢咱在座苏条贵宾及其朋友，在今日播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送咱这间个西方天子先生，真心的祝一礼物。虽然咱把一同祝咱自由联盟仪式。但一同人最佳成绩，咱车向前来两秒时间。但一同咱今日咱准备的道路，退后一步，咱车再去向前行，来更新自己的路。再一次叫咱在座的四位贵宾及其朋友，叫恁弟兄在下面向前行，上跟前走。咱车向前来两秒时间。那么先发说，那么先准备，既然准备了，其实结束了后，你们来用车来最近来最高点的信息来丢，大家互动，来给咱普遍明星。我们请法师请准备，我们请法师请准备。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咱车再结束。咱南浩馆这边车给转到你，卢浩馆这边车给转到你，咱车停一歇。现在咱车从南浩馆来到厝内底，要不来邀请咱最近的父亲。咱等下方丁讲好话，咱后关大声音有哦。咱两边后关车过得来，两侧小军请归下来。一，一个是两天地开张，方丁万事大昌盛有哦。有啊。一点当风盖无子孙，代代受福禄千有哦。二点人富家庭会子孙代代赚家会千有哦。三点西方吉星金子孙代代赚万金千有哦。四点北方名贵水子孙代代赚钱如赚水千有哦。来师傅哈，来五点就位了。子托子孙代代是万福配座千有哦。黄丁红的外婆的子孙富贵两相全千有哦。金宝叶关关头的子孙个个做官千有哦。金宝蛋头地，让咱子孙看钱看个破万地千有哦。我们两侧孝顺，请磕头感谢。来东北人闭嘴欠起哩。我们孝顺请起立，我们孝顺请起立。我们请孝奶奶。做阵顶家里哩，互咱子孙受完一百二千五哦。做阵顶去一道，互咱子孙都可能有好钱大钱哦。双手合十，跟爸爸叫一声，爸爸，吉时已到。我们请穿黑袍孝敬，我们让师父的后方，请让师父的后方来绕观雾山川。手放往前一点。我们都到我们师父的后方。来，师父往前啊，到湖位，到湖位，师父到湖位。好，马上要来给恁师父的仪式。好，来，剩下五分钟，赶快。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
Oh.